我看到这个想说我要试试看。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10:30，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去超市。我一超低哦，不是我变矮了吗？我现在准备要去超市买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超市了，可能过去的2-3周，我都是用那个就是订那种寄到家的，就都没有去超市。然后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些东西，就是在有时候就是在网站上没有货。然后比如说像，我自己很喜欢喝。Starbucks 的某一个是什么黄色包装的那个 cold brew 啊，或者有一些咖啡豆，我就想要特别去买。所以就是我想说好吧，我就趁周末就礼拜六嘛，可以去超市就是啪啪走一下。现在要准备出门啦，呜、哦、吓死我，好久没开车的感觉。气超级好的，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走走，去晒一下太阳？口罩。天啊，现在变超级热的，你打个电话。你便当要什么口味？那个就是小菜。我快到，我没有，我刚买完东西，然后可以过去买啊。你主菜要什么？主菜我要排骨，炸排骨还是卤排骨？OK， 好，我现在去，拜拜，拜。We both know this is wrong, so why do we carry this one in the air? Probably won't stay friends, we both try.嗨，大家午安，现在是下午的3:22，咖啡超大一杯的，
我刚刚回家之后就快速的吃了我的便当，然后吃便当之后我就洗澡洗头，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全家最干净的人的状态。今天有一种就是一直很匆忙的感觉，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早上那边晃了一下之后想说我今天要去买菜，然后买完菜回家就已经1点多，就我还去买便当嘛，1点多，然后弄到现在竟然就已经3点半了。然后其实我今天我有个影片要剪，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影片的话就是上一个那个保养品的影片，然后其实我上个礼拜录的，然后我已经大概稍微剪过一遍，所以我大概再花个1.5小时就应该可以把影片搞定这样。而且你看我今天又跑到客厅来用电脑，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点接近冬天嘛，所以其实现在太阳都没有那么早就是进来，然后我在房间里就觉得好暗，就有一种很灰暗那种被遮住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大概就还是会在早上，可能早上的时候或是那种刚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跑来客厅用电脑，因为就是光线比较好。 OK， 好，那我现在就来剪我的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差不多在4点半左右完成，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好好打扫家里。现在是差不多快5点，然后我影片差不多剪的差不多了，然后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在超市买的一些小东西。我先来分享我刚刚去 Target 买东西。刚刚在 Target 呢，我真的是忍不住，你知道现在最近要万圣节，然后就是 Halloween， 就是会有很多小孩去要糖果嘛，所以现在 Target 有超级无敌多那种糖果零食，然后我就这样走走走，我就一直这样，就是假装看不到。可我后来还是买了一些零食。第一包呢，就是我的日常囤货，Cheetos 的这个口味，我很喜欢这个口味，这口味好好吃。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第一次买的是 Doritos 的这个口味。大家知道这个辣椒酱吗？这个辣椒酱就是那种很常，如果你去吃那种 brunch。旁边都会有那种很多罐辣椒酱，然后这通常是会是其中一罐，或是至少我们公司的自助餐的餐厅就是都会有这个辣椒酱。我看到这个想说我要试试看，然后我还买了这个，这是在结账，这是在最后在自助结账区，我真的是忍不住。这个就是这个巧克力，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我没有吃过 Things 版的，所以我想试试看。它就是那种外面是巧克力，然后里面是 peanut butter 的那种 peanut butter cups。然后你知道万圣节的这种，它就是会有很多那种超大包，然后是那种混合包，然后里面就是那种很小一个一个小小的，然后我就一直忍不住。而且我今天有看到一包是那种 Skittles， 然后我就这样，我想算了，因为我们是住这种公寓嘛，就没有小孩会来按门铃什么的，想说 OK 我忍住，没有小孩可以给。然后呢，我还买了这个咖啡豆。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Stumptown 的咖啡豆，这应该是我没有记错话，应该是波特兰的牌子对吧？反正这个就是我跟我妈那时候去波特兰玩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很常喝他们的咖啡。这个牌子的这个口味是我最喜欢的咖啡，目前这个在一般的各大超市，什么 Whole Foods 啊、Target、Safeway 都有卖。然后好啦，我其实是还忍不住买了一个糖果，就是我每次都会买的 Trolley 的那个。酸酸的那个毛毛虫糖果，就是长这样的，大家记得吧？我今天蛮常吃的，好期待。然后我还买了一颗葡萄柚，我想说，因为我那天看到食谱说葡萄柚搭配美酒很好喝，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还买了牙膏，随便买了一个高露洁的牙膏，买了这个诶卢跟娜娜他们那个跳蚤的那种滴剂。就是他们一个月会滴一次。娜娜快点，娜娜跑来检查，她刚刚在房间里。拿过来，快点，拿快点，拿过来，快点，娜娜快点，娜娜这是什么？你很笨呢。我还买了哦，哎，卢跟娜娜的。我想说，有时候会给他们一点这个罐头。娜娜，你闻到了吗？有吗？
我买了一个是一个口味是 chicken 跟 sweet potato 还有 pea 那个豆子，然后另外一个是 羊肉跟蔬菜的，感觉很好吃。还没，你不可能闻得到，我不相信你这样就闻得到。你已经闻得到了吗？再是我在韩超买的东西，我在韩超买的，噔噔噔噔噔，卡拉姆酒，噔噔，这个是海苔口味的，然后还买了一个这种拉面的杯，拉面的这种点心那种饼干，对，叮叮，然后我还日常补货了两包这种海苔碎，就是可以拌饭吃的。你不要一直闻。买了一个辣鸡面的辣炒年糕，还有一个是我常常中午会吃的这种荞，你看吧，这种荞麦面。然后还买了一个light 的 spam， 就是我会习惯有时候泡面喜欢加，所以我就会补货。然后还补了一个 wasabi。你知道为什么要买 wasabi 吗？因为我礼拜一又订了海胆，所以我要搭配 wasabi， 因为 wasabi 用完了。好，然后我还买了海苔，日常补货海苔。我这次还买了一个是也是小浣熊，大家认明这只很可爱的小浣熊，这个是他们的炒海鲜面。上次我跟大家分享我喜欢他们的那个小浣熊的辣的海鲜汤面，然后很多人问我说 Kelly， 那你有吃过他的炒海鲜面吗？我其实没有印象我有买过煮的，但我好像买过泡的，我有点不确定，所以想说可以买买看。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茶，我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喝茶，就买各种茶。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很无用的一个这种喷雾，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买那种一桶的酒精，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买一个这个就比较好喷，可以喷包裹啊什么的。然后我还买了三罐鲔鱼罐头，我刚刚是说鲔鱼罐头，三罐鲔鱼罐头。哇！惊没惊？哦，最后的最后，刚刚你们应该都看到我买了这个，嘿，叮叮，我的阿萨奇啤酒，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买了，因为就是都没有出去买菜，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去超市的大补货，其实大部分都是零食。我其实平常日常那些肉啊什么都可以用 Wee 或者 Whole Foods 买，但有一些比较特别我一定想要的零食，或者比如说像这个海苔这种，在 Wee 啊还是在那种Whole Foods 的那种宅配就买不到。 OK， 好，那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收到柜子里，然后再来把影片转档。我现在要来订晚餐，今天晚餐想要吃韩国烤肉，但是想要试试看就直接叫之前我们偶尔会去吃的那些韩国烤肉店的韩国的的那种生的肉这样。现在来看有什么可以选。你有很饿吗？那我就叫一份牛肉片，就是那种 beef brisket， 然后再一份那种两条的猪五花。嗨大家，现在是晚上的6:39，然后我看一下我的生肉送到哪里了。我的生肉还有半小时才会到，然后我现在可以先来切，就我平常烤肉会准备那些生菜啊、蒜头、泡菜啊那些的，所以我现在先来准备。我这边用的那个韩国烤肉的酱是这个，我都是用这个叫 Samjang，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反正就这个绿色的这种酱，然后它是就是烤肉沾烤肉很好吃。基本上现在小菜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等我们的生肉到。好冷哦，我们的肉到了，然后今天肉有超多。我这边的这盒牛肉是这盒，就是他给的这一份分出来，我们觉得可能吃不完，所以我拆了一半。然后这个猪肉也有，好像有四条吧，我这边有收了两条起来。我们的晚餐，酱。
快满了。开车了，有一些了，还是有点红。蒜头、辣椒还有肉。看起来超好吃。哇，超漂亮的，你看。我们现在要来做泡菜炒饭，泡菜炒饭，泡菜炒饭，泡菜，好做喽。今天泡菜好像没有很重，很淡味道，要不要加盐吗？这是很像一个那个，你知道我在讲有一首歌 exactly 就是这样，是一个女生唱的，就她好像之前唱那个就是什么她 size doesn't matter 那首歌。现在是8:59，在一分钟要开始首播。拿我手机，我手机在哪？兵士が活躍するってことはそれこそ最悪の時だ。俺たちが。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大概9:20几分，然后我在阳台这边，光线不是很好，因为我这边就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会比较晒不到太阳直射这样。现在在阳台这边，想说可以稍微化一点妆，然后喝咖啡，享受一下还可以在阳台的时候，因为之后再冷应该就不太会跑到阳台了。要来吃一个凤凰酥，这是那个花花寄给我的凤凰酥。我真的很喜欢凤凰酥，就是那种里面有蛋黄，我也很喜欢那个小潘凤凰酥。今天就想要画一个很简单的，我平常可能上班的时候会画的那种妆。我今天用的还是大家很常看到的 NARS 的这个气垫粉饼。我那个气垫我已经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就是要把每一个那个粉底液都沾出来这样。都忘了我有这个哎，哇，好变好清楚。我感觉好像不太需要遮瑕膏，我就不用遮瑕膏啦。最近很喜欢的蜜粉是之前那个 NARS 他们寄给我的，这好像是新的蜜粉。然后我那天就是第一次是搭配这种粉扑用，我用的是Laura Mercier 的粉扑。就是我发现如果你用的是那种大刷子刷这种蜜粉的话，它就是让你有一种清透的那种蜜粉感觉。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那种很雾面，然后很那叫什么很控油的那种蜜粉效果的话，我觉得用粉扑效果会比刷子好。然后腮红呢，我用的是上次影片里面开箱的这一盘腮红，我最常用的还是这个，应该看得出来吧，它已经被用了很多。它是那种用橘橘性性的眼镜，很脏吗？还好。今天下午的行程，今天行程其实蛮特别，我感觉我这个周末好像比较少在煮饭，就这个周末比较长，就是跑来跑去的感觉。我们今天的行程其实是我大概中午11:00-1:00的时候跟朋友约了要去看 apartment， 我的 lease 还没有到期，但是就是有朋友要看，我想说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晃一下，看一下现在的那些一些我还没看过的 apartment 怎么样。我好像下午大概约了她想偷吃我的东西，大概约了3-4家。然后看完之后，因为今天晚上有那个篮球赛，然后大家就想说我们自己的 apartment 几个人，就是大家都很安全在家的这几个人，想说可以在家就是一起看球赛，然后顺便我想要玩拼图，就是我自己还没有买，我就是犹豫要不要买拼图，我是很爱拼拼图的人。我朋友有那个拼图就是还没有拼完的，我想说可以去跟他一起拼，然后如果我真的很想买的话我再来买我的拼图这样。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行程，今天行程感觉就是比较跟人类有接触这样。现在差不多就是9:30吧，等一下我们大概10:00的时候会带他们去外面跑跑步流个汗，然后回家洗澡，然后我回家洗澡，他们还不知道我等一下要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他们听懂洗澡其实，然后洗完澡之后，第一个药，我差不多就要出门去看房子。好，现在阳台蛮冷的，所以我决定要进去里面了。我们晚点见啦，拜拜。来，路过来。气超级好。Good girl， 进去。哎，你过来。哎，快点！哎，在这里。Good girl， 快，进去，快点。Stay。妈妈。
现你的实力吗？嗯，这样我拍不到。好，娜娜最近会了一个新技能，哎，谁？谁啊？娜娜表现哦，谁哦？哈哈哈，谁啊？失败，来啊！娜娜娜娜娜娜娜，谁啊？这个，那谁啊？谁啊？谁啊 ？OK， 哇，成功了！再一个，再表演一个。娜娜很厉害哦，那谁啊？那谁啊 ？OK， 哈哈。那谁啊？谁啊？啊啊啊！谁 ？Good girl， 谁 ？Good girl， 谁啊 ？OK， 还是这样要很慢。那谁啊？谁啊？谁啊？谁啊 ？OK， 我们的午餐今天快速吃，因为我快要准备要出门了，吃麦当劳。然后我点的是那个辣的鸡块。哎呦，煎的没有很好吃，有点软。大家现在是下午的4点，我刚到家。我这边有一杯 Happy Lemon， 我喝的是那个绿茶加奶盖。哎，干爸爸，哎，我也想你哦。你很香啊，嗯，现在再差不多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去朋友家，再有30分钟球赛就开始，等一下去看球赛。这是谁？嘿嘿，不要乱闻。是谁？你刚在家干嘛？快来，我要 kiss 啊啊啊啊！现在是我刚回到家洗完澡，差不多是晚上的八点多。
是晚上的8:54，然后我现在在敷脸。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录到这边，因为我现在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些公司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还蛮习惯礼拜天晚上会稍微看一点公司的东西，这样礼拜一不会觉得哇天哪，好多东西都还没有做。这样这礼拜的 vlog 可能有一点零碎，因为刚好要跑很多地方，然后刚好又可能去朋友家什么、吃饭拼拼图之类，所以感觉就是影片有点零碎切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通常我之前比较没有 vlog 的时候，有时候周末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会被切得很零碎，所以就是可能 vlog 起来会有一点小分散。这样谢谢大家收看这礼拜的 Weekend Vlog，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一个礼拜见，拜拜。